其實咧，你平日咁中意乾淨，啱間咁亂咁污糟，你點樣忍到噶？平時一塵不染嘅時候，只要有一粒塵出現，我都會覺得好硬硬，好想抹走佢。但係原來有一粒塵。變成一笪跡、兩笪跡，到越嚟越污糟嘅時候，反而覺得冇乜嘢，同自己講，其實都唔係好污糟啫。